请救救他，我们恩重去见张太和了，要逮捕张太和。你是祭品，是我张太和献给何明根的祭品。他是你儿子张太和，那天我绑架的就是我们恩重，我儿子就是你儿子。我差一点喜欢上您的儿子，不知道他是我弟弟，不知道是我的手足和恩重。以后叫我会长吧，我要把我儿子带回来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秘密人生。